问候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欢迎您和我来到协调篇的第六课期中考试啊。为什么叫期中考试呢？因为咱们之前就介绍过，这本书一共有四部分构成，那么这一课啊，就是第二部分的最后一课，结束课啊。那么这一课呢，我们并不讲什么新的东西，只是帮助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从前学了什么，然后去迎接下半部分的内容。你知道吗？其实在你跟我学习的这段时间里呢，你已经学习了79个节奏型和103个加花啊。其实在不知不觉当中，我们已经学了这么多的东西啊，自己可能都没有发觉。如果你好好练习的话，你可能现在打鼓的水平可能要比前面好很多了啊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算是一个期中讲解啊，期末讲解，算是上学期期末讲解。然后我们帮助大家回忆一下啊，我们先讲的是这个单击啊，这个 single stroke， 我们是讲到了什么手指啊、手腕的、手臂啊，然后并且告诉大家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有拍儿。一定要有拍儿去练啊，然后又学了 double stroke 双击，双击打好以后，我们就学习了这个滚奏啊，肉。那么滚奏里有很多，我们在这里呢啊，给大家选择了 seven stroke roll 和 five stroke roll 这两个打法啊。因为这个练习曲叫做 number two 练习曲啊，因为之前我自己写了一个 number one 练习曲啊，就是 number two 练习曲。那第一句我就使用的就是 seven stroke roll。那么 seven stroke roll 呢，就是打七个音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这样的哈。那这首歌的速度是77，所以说没有那么快啊。这个加花咱们前面也会练，也是练过的啊。放到节奏型里。然后下一个呢是 five stroke roll， five stroke roll 呢是五个音的滚奏啊，是右右左左右左左右左。这样的东西哈。那么 five stroke roll 里呢，那条在咱们前面的课程当中，我是把它放到节奏型里去打的啊。这样打的。大家也发现这是什么？这是咱们在协调篇里边这个三套四里边那个基本功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就是那个把那个非重音给这个低抖了那个啊，正常三里是。这样的，然后把那个非重音变成那个轻音哈。那么在这条里呢，我是把它换了两个鼓啊，对，换了几个鼓，就是可能变化会更多一些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来打一下听一听。像我打这个的时候，我的左脚必须数拍，要不然我就不知道打到哪儿了啊。就大家在练习的时候也尽量就是数着点拍，要不然你会打不准的。那么后来呢，我们又学习了这个paradiddle 呢就是单击和双击的混合，最简单的也最重要的就是 single paradiddle 啊，右左右右左右左左这个。那么这个 single paradiddle 呢，我放到下边那个这个节奏型里了哈，啊加花里了。然后在这里呢，到了第三句的时候，我使用的是一个paradiddle 它是就是六连音的这种啊，就是右左左右右左这个。
右左左右右左，就是 pair diddle diddle 呢，还有这个右左右右左左。但是咱们这里头所用的就是那个右左左右右左那种啊 ，pair diddle diddle。那前半部分是节奏型。想给大家看一下，下一条啊是 triple palatal 啊 ，triple palatal 就是三个重音的啊，这种。这三个重音的这个 parallel 啊 ，triple parallel， 那么在这一条里呢，我前半部分先用的是 single parallel， 右左右右左右左左，然后再变成了 triple parallel， 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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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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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，就大家以前都练过啊。那么现在我把它放到这个节奏型里来打一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又学了 flam 就是装饰音啊。咱们说打装饰音的时候，你那个目标装饰音要放的高一些，装饰的那个音要低一些。对了，这个 flam 这条练习前面还有两个开叉，得说一下哈。这是咱们最早最早第一课学的那个哈，这个就不说，大家都懂哈。然后接下来看这个加花哈，咚咚大咚咚大咚咚这种感觉，啊，这种带着 flam 的这个加花听起来非常有气势哈，所以说在这部分呢，我在作曲的时候我就把它给静音了啊，伴奏就没有了，来个单独的去来突出它啊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再往下看我们就到了这个协调篇了哈。到了协调篇里，咱们第一课就讲的就是说大家把那个拍得跟住啊，不能越打越快或者不能越打越慢啊，一定要和这个拍子联合到一起啊，并且呢让大家学习了分拍啊，一拍一个音变两个音，两个音变三个音，三个音变四个音，四个音变六个音，六个音变八个音，这个哈。就是这一拍里不断的向后分，那么在这里拿出来这条练习呢，它是一个综合的练习啊，综合分拍是六连音加上一个四连音，然后来是一个八连音再加一个三连音，就是六四八三，在这四拍里，第一个是六，第二个是四，第三个是八，第四个是三啊，六连音，哒哒哒哒哒哒，然后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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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八连音，用的都是双击，然后一个三连音，然后现在我把它打到节奏型里，大家听一下。这个分拍讲完以后呢，我们学习的是右脚。右脚的踩法哈，有这个这个 heel down 和 heel up。 heel down 呢就是脚跟放到这个踏板上，然后那么 heel up 呢是脚抬起来啊，脚抬起来，然后还是用脚踝，
就是有腿帮助他而已。那这里有个 double stroke 啊，右脚的 double stroke， 然后给大家讲过两种，一种是来回滑动的脚前后的，一个是用先用脚掌的后半部分，再用脚掌前半部分，这种啊，这两种。那么这条练习是咱们前面练过的啊，这样的一个练习，然后我把它放到这个节奏里演示一下。这就是右脚的这个双击，然后我们又学了三套四啊，在三套四里头，我抽取了一个脚步练习啊，就是一二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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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这个啊，它是三个，但是确实被十六分音符的四四一十六，然后去除它。然后最后多出一个一来，我再放到里面听一下。啊，这是三套四，然后又学了五套四，五套四是 one two one two three one two one two three， 这个就是。啊，用的是二加三啊这样的一个打法。然后我还是放到了不同的鼓上，啊，这样的连起来，那么这种舞的分法，我在这个旋律上原本也想就按照旋律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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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怕不太符合大家的这个听觉习惯，所以说没这么学这个旋律啊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演示，最后一个是七套四，七套四呢，咱们知道七，它这种大大大大大大大这种感觉的。这个东西，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基本功上，把那个弱音变成低斗啊，就变成了这个，是这样的哈。那么这条练习里呢，也是咱们上一课的内容啊，就是把两边去掉，留下中间这个低斗啊，两边变成正常的打法啊。低音鼓的双击，哆哆大哆哆大。再看一遍，哦，我现在把它放到节奏里打一下，啊，就是这一条。那么最后看这个结束句啊，这个结束句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懂渐强啊，然后一个小步的双击结束。那么这就是这个曲子啊，完整的演示呢在片头已经给大家打了。那么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就算告一段落了啊，希望大家能够把手部的基本功、脚部的基本功、四肢协调以及架花和设计节奏的这个思路大家厘清，能够好好的练习，好好的去摸索啊，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的去练习去学习，来迎接我们实践篇的内容。好了，真诚的祝愿上帝能够赐福所有愿意奉献自己学习赞美的弟兄姊妹。好，我们这节课到这里，下节课再见。